童工来到台湾，带了两只老虎。那老虎不小心脱逃了，老百姓没有看过老虎，所以拿棍棒去驱赶他们，以为是大猫咪，所以答案是二，老虎。小朋友，你猜对了吗？这种 creature 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4亿年，因为他们的血液可以自然杀菌，对医学在疫苗上有伟大的贡献。那真正的名字叫做 HOW。 小朋友，你答对了吗？嗨，小朋友，颜色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缤纷哦。三个主要的颜色是指红、黄、蓝哦，它们是不能再次分解的颜色哦。小朋友，你们答对了吗？嘿，台湾有一种鸟类哦，它最喜欢在清晨还有傍晚的时候出来觅食，所以它又有迷雾中的王者封号哦，很酷吧？黑人大嫂的后面那只鸟呢？它就是地雉，它就是台湾国鸟哦。你答对了吗？现在要公布正确答案哦。传说很久之前，有一个印第安的少女，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后来她梦到了一只蜘蛛，蜘蛛编织了很多彩色的蜘蛛网，挂在床头，就会帮她赶走噩梦，那就是流传至今的捕梦网。小朋友，你答对了吗？早期台湾南部流行一种小面摊，老板沿街叫卖，挑着扁担沿街的卖，方便路人经过的话可以就是随时叫来吃，然后也让农民跟工人呢，他们可以补充他们的能量跟体力。那久而久之，这就变成流行至台湾的一个流行的小面摊，叫担仔面。小朋友，在此老 Mickey 老师要先跟你们提早拜个早年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虎年虎虎生风。你们知道答案了吗？这题的答案是担仔面。小朋友，你们猜对了吗？天灯最早起源于三国时代，作为军事使用，后来在台北平溪一带受到强盗侵袭，当作信号灯使用。为文化的传承和变迁，每年元宵节前后，政府都会在平溪举办天灯节哦。所以本题答案是平溪。小朋友，你们答对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